You're ready. I'm ready. Yeah. Okie dokie. Is that true? Yes. Okie dokie. 可能无论了中国才知道答吧，可能我吃了皮蛋才知道香吧，可能我叫了外卖才知道快吧，可能我学了中文才知道难吧。如果世界听不明白对影子表白，是不是只有我还在问为什么明天的精彩。Sundays come and wanna try my car to your apartment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忽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在这儿吧，火速化个妆。换地方了，来，突然来了很多人。这么喜欢滚是吧？你可以给我滚了。好啊。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巴西柔术里边最著名的裸脚，你的两个脚一定要放在对方的两腿之间，一只进攻手从他的脖颈内侧穿过来，抓住他的肩膀，另外一只手弯过来，对着自己的耳根后侧伸过来，把你的身体挺直，而不是只用手臂发力。我们来看，非常有效的。又跟我们家的傻狗杠上了啊！这么大的太阳，反正他是雪橇犬，我无所谓的。我们两个今天我就给你比一下，谁认输谁是狗。小哥哥愿意成为我的守护吗？当然愿意了，我是你的守护神。小哥哥，我做你的跟屁虫好不好呀？那这是哪里？
咚咚咚。有人有人，我抓着脚步声。哪里啊？蒋哥哥，你好厉害。低调低调低调。抖音上面特别火的泰国网红饮料瓶盖到底是个啥味道？我选的五种颜色有黄的、绿的、橙的、紫的、黄的、蓝的、绿的、橙的、紫的、黄的、绿的、橙的、紫的、花的、绿的、橙的、紫的。这个是泰国产的，所以叫泰国盖子。你说要是波西米亚产的，那是不是应该叫波西盖子？蓝呢就是蓝莓味儿。我们先把这盖子套上去，按下去。怎么跟一瓶洁厕灵一样？哎，蓝莓味儿挺浓的。大家看这里面还有一些没有被冲干净的渣渣。哇、哦、啊！酸柠檬味儿，花丝，好吧，按着摇了啊！哇哦，比我自己泡的柠檬水强100倍！我不管别人说这个柠檬味儿好不好喝，但是在我这，只要是柠檬味儿，我都觉得 OK 啊。啊